长了你就知道了。哎呀，这个东西呀、啊，哎呀，比这个亲爹亲妈还他妈亲呢、啊嗯。你看，这你快活完了，那我还没快活呢，啊？他们都在找我。哎呀，不管那么多，没什么了不起的。再者说了，没有任何人知道啊，我这个地方，这以后就是咱们俩的安乐窝，啊？你呀、啊，想快活了你就来，我，哎呀，你听我说。我跟你给我告诉你啊，我男人是范同舟，他连法国人都敢杀，你最好给我小心点。哎呀，我听明白了，一定是啊，法国人在到处的抓你，那也在到处的抓他呀，因此你就不敢露面，可他从来就没露过面啊。我说范夫人呐、啊，你男人不是死了，哼，也就是进了法国人的大狱了，你说你等他干什么呀？啊？华强哥，快说，阮丽不见了。哎， vous entendez cette émeute dehors? C'est vous qui avez causé tout ça. Monsieur Roux nous a bien fait envoyer du riz et des légumes, n'est-ce pas?Et vous pensez que manger et boire, ça va tout résoudre? Comment mettre un terme à cette émeute? Si on continue, ça va être la guerre. La guerre, la guerre, la guerre. Écoutez-moi, Luc de Jatte avait raison. La ligne ne peut pas passer par Menzeu. Vous devez aller chercher Roukenan. C'est lui le chef du district local. Il faut qu'on propose une autre ligne. Une ligne qui contourne Menzeu.D'accord, mais la situation n'est pas si simple. Nous ne pouvons faire qu'une proposition et attendre les décisions du gouvernement français et de l'impératrice. 委屈你了，可我这也是万般无奈呀。老百姓闹成那样，十二个国家的领事馆给我发照会，还要给上头施加压力罢我的官儿。哎呀，要不是道台大人信得过我，我头上这顶乌纱可就毁在你的手里了。胡大人，事情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也是没想到啊。胡大人，我知道您的苦衷，刘默沙心里一点都不怪您。你像今天吧。您能到这儿来陪我喝酒，莫莎这心里已经感激不尽了。来，干了，干！你知道我的苦衷就好啊。我当着蒙自的老百姓说了，要把你关进大牢，我怎么也得做做样子啊。事情是你惹出来的，大家恨的也是你呀、啊。我只好挥泪斩马谡喽。其实这事儿都坏在程华强的手里。
何尝不知道那是个惹祸的灾星呢？听道台大人说，连老佛爷都还记得，咱云南有这么个人呢。你放心，不是念着他的好，是这回他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老佛爷想起了当年他曾上书反对云南修铁路的事情，还让我对他严加管束呢。他还真成了人物了。可不是嘛，谁说咱蒙自没人啊？哎，陈华强他不过是一介草民，哎，他能两次惊动了老佛爷，哎呦，这在云南也算是空前绝后的了啊。那胡大人想以后怎么管束他呢？哎，现在民情鼎沸，不能动他。以后我要是抓住了他的把柄，这陈华强啊，害我两次进了大牢。是啊。郭大人，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抓住他的把柄。好。哎，刘少爷，你们两家的仇可是越结越深了啊。大人，大人，哦，大人，电报，大人，云南总督府的电报啊，来。你的牢狱之灾快要结束了，朝廷和法国政府达成了协议，这铁路绕过了蒙自了。这事儿又便宜陈华强了。哎，这应该说是皆大欢喜啊。你看我的麻烦，法国人的麻烦都没有了，你也可以回家去了。哎，我们应该去谢谢陈华强哦。就是就是。不在蒙自修铁路，我们又可以踏踏实实的做生意了。各位，各位蒙自的百姓，你们大家的心情本县完全理解啊，万望以江山社稷为重，见好就收啊，千万别再刺激洋人了，好不好啊？胡知县啊，我们赢了，屈服了。哎呀，这次你闹的动静可不小，连朝廷和老佛爷都惊动了，我头上这顶乌纱也差点断送在你的手里啊。道台大人还特意嘱咐我，
以后要对你严加管束，啊！胡大人，我只是尽了一介草民应尽的本分呐、啊。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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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你不是喜欢带头吗？事情都过去了，你门口那禁止洋人入内的匾，带头摘了吧。各位，既然洋人体谅了我们，啊，把这硬邦邦的铁路硬是给拐了个弯儿，那咱大家也得把各自门口那些抵制洋人的匾统统收了，免得再惹事端。回府。好，请假。蒙你所赐啊，我又一次被关进了大牢啊。我书读的不多，可我也知道来而不往非礼也。你记着，我一定会投桃报李的。阿强，阿强，阿强，怎么样？到处都找遍了，哪里也没有阮玲的影子啊。华强，我怀疑这次阮玲的失踪和红电影有关。哦，对呀、啊。今天他说拉肚子告了假，可是伙计们到他家找了好几次，家里也没有人，这也太奇怪了吧。嗯，我想起来了，阮玲要寻短见的那天，我在他屋里面闻到了一股烟味儿，之前在门口我还看见了一个黑影，那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洪殿影。如果他现在还在抽大烟的话，而且还另有住处，这不是他自己能办得到的，他肯定还跟刘家还有瓜葛呢。华强，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怎么办？怎么办？让所有人赶快再去找他，一定要把胡天佑找到。给我！哎，你快给我吧，这是最后一只了啊！等我抽完了，我就去给你买，好不？那你就去买去吧。我早就想买了，不怕你跑了吗？要不把你捆上好不好？啊？谁呀？方师傅，我说你怎么不去找我了？原来在这金屋藏娇了，我白管家，你干什么？嘿，好你个红电友，有了女人就不认识老朋友了，快开门！你等一会儿啊，快点！哎，来了来了啊，等哎呦，白管家！你这女人哪儿找不着啊？哎，不是你从什么地方拐来的吧？哎，管家，她可不是什么哪个窑子里边的窑姐，她可是……她谁？她……哎呀，那是新来的一个乡下的厨娘。厨娘？哎，对对对，我怎么看她不像是乡下厨娘？倒像是一个安南人。不是安南人、啊、
绝对不是安南人，你相信我呀。洪殿英，哎，我看你是不想要鸦片。哎呦，这怎么会？我那点烟膏全都让他给我抽了。哎呦喂，白管家，我求求你，给我抽一口行不行？烟膏我有的是，可是我们老爷不能白养着你。你知道那烟膏很贵的，你还拿它养个姘头，哼！你没想想，你都替我们老爷做了什么事情？啊！哎呀，我知道，这刘老爷呀，一心想置我们东家于死地。嗯，我呀，肯定能帮上他忙啊！给我一口行不行？这话我已经听了很多次了。白老爷，这次我一定能帮上他的大忙。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呀发现了他们一个特别特别的秘密，一定能把陈华强给送进大牢里。哎呀，你快给我，我求求你了，说出来我听听，什么秘密这么值钱？哎呦，白老爷，你到底带没带烟膏了？让我抽一口吧，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呀！你要是再不说，我可就真走了。白老爷，那我就实话实说了，那个女的，她是法国当局通缉的对象啊，她男人也杀过法国人，因此啊，她就藏在陈华强的店里。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呀！你是说，是陈华强干的？啊，对，没错呀。你要干什么你们？这是陈华强，有人把你给告，说你私藏安南侵犯之妻阮离。来啊，上，给我绑了。是。这是干什么？你们不能抓他，你们不能抓他。让开！陆茹姐，这是。陆茹姐，慢着。他私藏什么人了？人在哪儿呢？凭无据的，凭什么乱抓人啊？你这是山根。来，绑！你让我绑上。你放开！放开我！无凭无据，我告诉你，现在人证物证全在县衙大堂。你要是喊冤啊，找县老爷喊去吧。你，哼！来啊，行，快走！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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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你们俩给我守在这儿。是。发现阮离，立即逮捕。是。店里的人一个也别放，放出去。是。小张子，把他给我带回县衙。是第一的人，跟我去拿我。啊！啊！啊！走！快抢！你记住，你是被冤枉的。咱们店里从来都没有收留过什么陌生人，更没有收留过安南人，他们会放你出来。放心吧，走走，保重啊，走。华强，你等等，华强，你不要太担心了。店里和陆儿姐有我照顾着，有什么事儿，我会承担，好吗？拜托了，走。华强！站！
无论是回这里还是回满号，都得落到他们的手里去。是啊，我最担心的也是这个。现在就盼着陈喜能碰上阮丽就好了。可是陈喜即使碰上阮丽的话，多半也会把他送到这里，就是送回满号，也难得他们的掌握。如果真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把阮丽给送入虎口了。再说，就算是店里的人把阮丽给送回来了，那华江可是再也没有办法抵赖了。追追追追追！找不着你，我都不想活了。小玉姑娘，对不起，对不起。别怕，是程喜。小玉，玉，玉，范夫人。你怎么会在这儿？大家都在找你，那华强哥都快急疯了。范夫人，你是和洪殿友在一起吗？有的情况你可能不知道，刘家一直把陈家当作死对头，我们也是刚刚知道，洪殿友一直和刘家有很深的交往，他的大烟和在外边的住处，那很可能就是刘家提供的。洪殿友要是知道了你的身份，一旦告诉刘家，那华强哥可能就没命了。那怎么办？你和他说了。嗨，范夫人，那你在洪殿友那儿看见刘家的人没有？我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姓白的去找过他。白灿。白灿，就是刘家的管家吧？是啊，现在刘家很可能已经知道了，我们该怎么办？马上通知华强哥吧。那范夫人怎么办？我带他回暗号。等等。我把范夫人悄悄送到米线坊去。哎，可是华强哥的师父于大庄在养着病呢，也不方便。哎呀，忘了告诉你，华强哥为了让他干爹更好的养病，派了伙计去照顾他，把他接到了城里，给他买了新房子。现在米线房里除了老家的伙计，没有别的人。可是米线房离城里那么近，那岂不是更危险？虽然那里离蒙自成境，不过这个叫做灯下黑，反能掩人耳目。那好吧，我现在就去给华强哥报信。快！走，这。陈府的丫头吗？是啊。哦，现在还在陈华的店里干吗？我在满号分店。那你跑蒙自来干什么？做米线用的菊花没有了，我过来拿一些。跑那么快干什么呀？这个问题你好像应该问问这匹马吧，问我做什么。好，到底是陈府的丫头厉害啊。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见没见过一个安南女人？好像真是有过一个安南女人。哦，是不是叫阮离？这我就不知道了。她现在还在店里吗？哎呀，什么呀，
华强哥嫌他又老又笨的，根本就不肯收他。不过后来又看他可怜，就给他吃了一碗米线，然后就打发他走了。那你见过一个年轻的安南女人吗？哎，你刚刚才说只问我最后一句的，为什么又问？去。哎，到我问你了吧，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安南女人，还老问我有没有漂亮的？你是不是想找一个安南老婆？去。不过啊，我可劝你啊，千万不要找安南女人，那些女人啊只会种地，连饭都不会做。我们家可从来都不收安南女人的，不管你是找厨娘也好，还是要找老婆也好，我劝你啊，最好都别找安南女人。笑什么笑？走了。啊！哎，丫头，我要拿啥来着？就找你这样的。这样，这样。小姨，咱们走吧。这样，哟，爷，给我一口烟。范夫人，我说你先忍一忍吧。这半夜三更的，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上哪儿给你去找那东西？就给一口，我要烟，我要烟。小鱼，小鱼，小姐，怎么了？怎么了，小鱼？李姑娘，找到阮离了吗？他在哪里？在哪儿？我赶车来的时候遇见了他，又遇见了程喜，程喜送他到米线作坊了。哎呀，你们真是太聪明了，要是送到这儿或者蛮好就完了。哎，对了，那捕快追得上程喜吗？不会的，程喜走的是另一条路。我总算是放心了。露儿姐，要是找不到阮离，他们就没有办法定华强哥的罪，你放心吧。啊，华强哥呢？他被抓走了。什么？他被抓了？这叫什么差？这不是守株待兔吗？哎呀，你吵什么？嗯，哎，刚刚我的梦见那个安南巨人呢，一个很标致的小娘子。我都怀疑这世界上有没有这么个人。不是有人见过吗？又没有人在店里见过，人家蛮后那边也这么守着，真是脱了裤子放屁，多余。就算真有这么个人，人家听说店里出事了，还能回来吗？啊，行行行，睡觉吧。哎，说不定我还能梦见他嘞。少白。喂，我要见知县，他怎么审也不审我就把我关进来了？你听见没有？你要不给我找到，我喊了，我要见知县，我要见知县。喊什么喊呢？别喊了，喊了也没用。没用？没用你也别想睡，你把他给我找来。我要见知县！我要见知县！
都不肯到县衙大堂去作证，那怎么办呢？等等再说。如果在程华强的店里找到那个安南女人，就用不着他了。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那个女人一直在滇南一晚，就一定能够找到。只是，怎么，你怀疑？是啊，我怀疑他是为了得到大烟信口胡说的。可是人你不是都见过了吗？我是在他屋里看到那个安南女人了，可那个女人又抽大烟，又是他的姘头，怎么会是安南侵犯之妻呢？要说是他从什么地方拐来的倒有可能，因为那个女人一跑出去啊，他就急得要命，显然他知道那个女人再也不会回来找他了。可是他怎么知道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老爷，这在法国人出的通缉布告上啊都能见到。你是说这小子诚心在骗咱们啊？老爷，抽大烟的人想得到大烟呐，那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的。我现在也觉得这小子的话不可信了。你想想看，那个女人从他那儿跑了有一天一夜了吧？蒙自和满浩两边都没她的消息，她一个安南女人能跑到哪儿去呢？对呀，两边的伙计我都问过了，没有一个说见过这个安南女人的。还有，我想起来了，程华强替她还烟债的时候，就知道她是受咱们指使的，即使不开除她，也会心存戒备，怎么可能让他见到这个安南女人呢？老爷说的有理，可是陈华强都抓进去了，找不到阮离，我们跟胡大人没法交代呀。就让他出庭作证，就算证据不足，不能置陈华强于死地，也让他们俩狗咬狗，在众人面前丢一次脸。好，我把他的大烟断了，不怕他不听话。嗯，派人把他送回去，让人昼夜看着。这个人我不想再看着了。是，老爷。你们都去吧，这儿已经暂停营业了。程喜又不在蛮好，蛮好的生意总得有人打理吧。鹿儿，再说程喜他一个大男人，照顾阮离多于不便，你们总得去一个人把他给替换过来吧。要不蒙姑娘先去，我留下来照顾小姐。小姐，我们都走了，没有人照顾。小姐，走了，你放心吧啊。露露，我爹来了。我爹照顾我就行了，你们都走吧，小心点。爹，老爷，陈老爷，小心点啊！哎，好的。爹，您请坐。你也坐吧。哎，露儿，华强的事儿我都听说了，你给我说实话，这个阮离是谁？爹，是有这个人。他还在咱们家藏过几天，我不该瞒着你。她的丈夫还是个抗法义士？是的，就是那个蒙老英雄和牛六将军舍命救的那位抗法义士，他是华强最好的大哥，比亲兄弟还要亲的大哥。我怎么没有听说过？他们从小在红河边结拜的，孟子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件事情，华强也瞒了我很长时间。那华强的这位嫂子现在哪里？程喜把他送到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去了，官府的人在孟子和蛮豪都没有找到他，官府现在只有红殿游的一面之词。这个红殿游，爹，你早就叫我们开除他，是我们不好，没听您的话。你也知道后悔了，我早就跟你们说过，
这种小人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可是你们就是不听。华强还跟我说，宁可人负我，我绝不负人。人家这一负，就把你们给负到大牢里去了。爹，你就别再说华强了，他是个君子，所以他总是……哼，他这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这是读书读傻了，读呆了，再不改一改，以后就要吃大亏呀。爹，我想，华强他有了这次教训，以后再不会做这样的傻事了。好了，我去找找胡可兰，要是不行，我就去找刘磨砂，想尽一切办法要把他给弄出来。爹，孩子，你是有身孕的人了，这件事情就不要再操心了，小心动了胎气。哎，谁说没有物证啊？这个就是那个安南女人穿过的鞋子。哎呀，吴大人，一双女人的鞋子，她会说话吗？哎，就算你把阮丽的名字写在这上面也没用啊，这样的旧鞋子你找一百双来也没用，没有人会相信这就是阮离的。大人，那我还有人证啊，洪殿友是他们家的大师傅，这大师傅状告东家，总有几分可信了吧。也没有断过案子，你不懂，只有一个人证，这就叫做空口无凭，你明白吗？这陈华强若是说，这洪殿友因为要抽大烟，要被他开除，就报复东家，诬告东家私藏人犯，我怎么说啊？蒙字和蛮号我也都搜过了，还守株待兔的等了一天一夜，可是连阮丽的头发都没找到一根儿。你叫我怎么断这个案子？哎呀，胡大人，你说过你要教训一下程华强，莫沙可是真心真意来帮忙啊。我知道你是想来帮我的，我也知道你和程华强有仇，想要他的好看啊，这可以。可是你把事情办砸了，陈华强现在已经关进了大牢，可是什么证据都没有，你叫我怎么审这个案子啊？你这不是想让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丑吗？啊不，哎呀，你看给胡大人添麻烦了。不过大人请放心，就算陈华强能言善辩，可是有他们家的大师傅洪殿友和他当堂对质，也足可以羞辱他一番了。那个时候大人就算当堂把他释放了，莫沙一样领大人的情。那蒙自的百姓呢，也不会说大人无故抓人，与大人的口碑丝毫无损。那洪殿友他愿意当堂对质吗？大人，这个事儿包在我的身上。那他要是在大堂上又变了卦呢？哎，那我刘默沙的家产大人愿意罚多少就罚多少。那好啊，
开审的日子就定在后天吧。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哎呀，大人啊，这些日子辛苦了啊啊，这点小意思，大人一定笑的啊。莫沙告辞了，大人留步，一定留步。哎呀，你看，慢走，慢走。莫沙告辞。哎呀！哎，你要干嘛去你？放不放我走？我要找红莲友，我要大烟。不，你不能出去！你这样出去，不仅你自己有危险，你还会害死华强哥。放我走！不，你就是杀了我！我也放不了你走。范夫人，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走进了门，新愁旧怨且斟且欢，风流雨成将来从前，各种滋味欲说还难，天下为我，我为我在窗前，天下为我，我为天，天若有情，天也在。啊，天让我想得更远，让我就是一片天。